呢？你怎么拿衣服自己翻过去了呢？穿个厚袜。转过去，你给他翻过去。他躺下了。嗯。还把自己穿那件衣服给他整身上。干啥去呀？这较劲呢。不要穿。给他换了。好完，咱走了。29了，回家过年了。今天晚上你的姑姑就回来了，但是今天你是看不着了，咱赶上她回来之前咱就得回来了，晚上爸爸还得接她去啊。嘿嘿嘿嘿，你说明天早上我早早的就去看姑姑，明天就能看着了，真大脸。你晚你姑姑晚上别说还来呢。哎，对，不行，让她来这儿住呗。嗯，要不你们就接他回来的时候先到这儿，嗯啊，待一会儿是吧，看看孩子，完了之后你们再回家。就是怕爸和奶给家带妈了，对，他们还等着呢。嗯，咋都得回家，他都到家头一天能不说那啥吗？他到这瞅一眼再给他送回去。你奶家孩子都回来了吧？嗯，那咱奶就拿着啊，也回家了，回来看看，转过来呀，你勾他干啥呀？就是吃饭整一身吃那个磨牙棒的饼干磨的。哎呀，看，穿衣服走，小兔子棉袄来了啊！你今天变成小兔子了，啊，大人，你今天变成小兔子了，这啥？看，这衣服穿可挺省事儿哈。嗯，还行吧。嗯，就愿意穿衣服。这你李奶奶给你买的。你说谢谢。啥也不懂，啥你也不懂，你瞅啥呢？搁那儿？戴那个帽子不行吧？再戴一个吧。再戴一个。戴这个。那你又是小兔子，又是小青蛙，可怎么办呢？这是小姨给你买的。你看看，四只眼睛。你笑啥呢？那脸像包子似的。走吧，走吧，快，爸爸抱走啊！爸爸抱走吧，热了，热了啊！这大松子呢？哎呀，我一寻思，这样这样熟啊，不认识啊？你又不认识啊？小的小狗过来扑了，嗯，哎呦，不认识他呀！哎呀妈呀，哎呀，大孙子，不认识他呀！看看，哎呀，看看人那人那个穿多好，多帅！奶奶他家想的不行了，哎呀妈，那天看着完了。你说那天回来看完了，你说我这还倒想呢，哎，没有屋看着还不弄闲，他又叮叮瞅呢，又叮叮瞅我。缓一会儿啊，缓一会儿，妈把衣服脱了啊。他还戴手套了呢，这么。呀，咱缓一会儿啊。穿这身好像不得了，戴马甲呢？戴了。嗯。哎呀！哎呀，大孙子啊！又上哪了？都看谁了？嗯。你看他眼睛叮叮叮叮瞅呢。哎呦，我这照漂亮。我这照漂亮啊！哎呀，看看到谁家了？哎呀，一看呐，吃了饭吃的真香啊！呀，大口大口吃啊！哎呀妈呀，可上食了，真冷啊！妈，这炕不热呀？啊，不热呀？小哥，再烧点啊！啊，不凉，不凉啊！哎呀，我也没敢多烧啊，像上回似的，孩子是上回。太奶奶，上什么火了？太奶奶跟你胡能看着你几年？要一些烧点，宝宝，看看。嗯，宝宝，咋了，小狗？小狗，英英啊，逗他呢。哎，看那个失宠的小狗。哎呀，哎呀，大孙子，哎，这小帽挺漂亮啊。宝宝，明天我再给你拿个球回来啊，还有球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小帽真好看。你看他丁丁瞅。这小帽真好看，还带俩灯。带俩灯吗？哎呀，那是眼睛，还带俩灯。带俩灯。哎呀妈。大眼的，往那边去，那穿裤子，还得穿点儿。哎呀，这养点儿瞅我呢，不认识他。哎呀，他哽咽了吗？不认识他。悠悠掀他了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哎呀，大孙子，想奶奶没？哎呀哎呀哎呀，认识呀，大两天都认识了。你干嘛玩？哎呀，被冷落。他又查数了，看，你要生气啊？多少账呢？你生气了？气死了。宝宝好帅，你看看看看是吧？太搞笑了！哪还那么沉默？这媳妇怎么都稀罕他，不稀罕他了？招他大宝了。嗯，你就给气的。你太逗了！不行，旺旺啊，旺旺就打你，你看呢？哎呀，
你瞅他电影电影瞅我，你瞅他表情，嗯嗯，宝啊，哎呀，你可别气他，哎呀，大孙子，本来这狗就小心眼儿，嗯的，这狗小心眼儿，哎呀，谁养活谁谁，那谁让谁抱你，热热，妈这狗瘦了，哎呀瘦了。长得太快了，长得太快了，那嘴直干了。这孩子用用再烧点火，不用不用啊，不用。那里边不着呢，气泡那头着呢。哎呀，不怪你妈说这照完美，照漂亮啊，真没白说呀。哎呀，就啃那老臭臭孩子，你这是太美了，乐你捧的小手心。穿个小坎肩就好。哎，还有撂地呢，撂这点。哎呀，这大棉裤！哎呀，你瞅那脑袋，你瞅那脑袋，起那么高，起那么高，哎呀，真硬实啊！你瞅这个，哎呀，满身这大棉裤多厚，看，嗯，多好，老厚实了。哎呀妈，这个哎呀，哎呀，连脚丫都不露，这我可愿意乐了，是吧？就愿意笑。哎呀。随奶奶是吧？那你可随你奶了，哎呀妈！这可像奶奶了。你一身的优点呢，这家都随你奶奶。好劲儿，一笑嘎嘎的。看你奶一身的能耐呀，不嘎嘎的，就是不出息呀。哎呀，往炕梢扑啊！哎呦，那宝真好。嗯。哎呀，哎呀，这让姥姥看看吧，上姥姥家让姥姥看看吧。哎，对，这出息！姥姥家备注还去不了了呢。你咋的？咋的？啊，都那啥，都咋的？阳了，都阳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你别老说阳，不见几是阳了。不是我妈，那肯定是了。啊，她咳嗽啊。那给家发药钱去。哎呀，这是老难受，老难受。我是初二备注还去不上呢。还有他舅他们都拉肚了。嗯，他舅他们又拉肚，一家人都拉肚。他们说。他们不说这一批都有，这批都拉肚子。嗯，咱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，也都没确定。对，他们也自己查不了，没有那个抗原，就都猜，都不知道咋回事。不冷，这穿这些还冷啥了？这个呢？不冷，不冷啊！真好看，这小猫。穿马甲呢？现在是小孩儿，小孩儿东西咋？我没敢上上回去。人家会买。你看这小猫，那可好看了。嗯，还带俩灯呢。你妈妈真会买呀，真会找个儿子。小姨给买的都可好了，小姨给买的，买的东西都可好看了，还穿。那天我看就穿了一套小衣裳，还小夹克，这穿小裤子带小兜儿。呀，大叔长得也好啊，不光衣服好看，穿啥都好看。对对，像他奶。长得好看，穿衣也好看。长得像他奶呀，是吧？妈，那心里愿意笑，就是多像我呀，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嘎嘎嘎嘎。哎呀，双眼皮变过来了，啊？哎呀，眼睛长得正好，不大不小。斜着看看。哎呀妈呀！你俩干啥去了？这真半天没回来。真是的，真是的。哎呀，你瞧真是的。干啥玩意儿嘛？怎的了？哎，这是八十三月份的照片。你俩上盖里买东西了啊？那你不是不去的？没有奶呀？咋的？是吧？这一道给我催，着急着急。啥急？你看跟媳妇没能，那也能说说我这。像我开车嘛，我这大冰天我怎么快？不能快，老危险了。溜滑呀！可孙子，到楼下了，不想上去呢，回来呢。还这选手，上山一家串门去，转一圈回来。我不想，那不行，不去，晚上再去。别整，我回家上班去。着急了。哎呀，你赶紧看。哎呀，真硬气。哎呀，闯起来了。哎呀。真好，你瞧瞧。哎呀，真好。怎么一戴口罩他就不认识了。嗯，咋的？我咋的？这抽烟都没有味儿。那怕啥的呀？那能咋呢？不来不好。也不亲嘴儿，你说。亲嘴儿不好。给我大孙熏着。咔呀。把给垫上的，省得整一身。这剃头啊。奶烤猪蹄子呢，一会儿烤完你拿回点儿。又烤是吧？嗯，看看。职业烤啊。在那烤呢。是烤完猪蹄子正好，到时候你拿回吃。嗯，硬穿的。我看看你烤什么样。快了。嗯，快了。火大点。你看，
哎呀妈呀，苞米的蛋。你这玩意儿也没给我搁木炭烤，搁棒棒烤的。哎呀，棒棒烤不照样。行吗？这玩意儿差点儿。这烤的。啊。你说这玩意儿比喷灯强啊？那不一样，味儿不一样啊？人家烟火气吗？啊！这么烤一会儿，忙啥的？等会儿吃呢吗？拿火再擦吧。哎呀，这家今天还他还来忙的劲儿。烤好了，烤好了，我给你咔嚓咔嚓，完了给你扔锅里。给我扔锅里。刚走完了，嗯，就好了。给我扔锅里。嗯，给你扔锅。那搁不下，太小。把你扔锅里。还给我扔锅里。哎呀，烤冒油了！这你没歇歇，孩子，歇完了，歇完了，不劲了，歇完才来烤猪蹄子吗？不能，我就把我孩子也不能把孩子扔家里烤猪蹄，都歇完过劲儿。孩子是第一，嗯，现在谁排第二啊？先了不得，谁排第二？没有第二，嗯，第一，剩下都一样，都一样。你儿媳妇排第一。那儿媳妇，儿媳妇排第一，儿媳妇还是第一。我这能排第几？能排第老木吗？老木，老木。这个，哎呀妈，这火这么快呀！差不多。备准备啊！那这鸭巴咋整？鸭巴这里头啊，有块肉得搁刀削去。得弯一下啊！哎，就那就那弯呗，就这地方。那块肉不弯就有土腥味儿，就把那块肉弯了，是吧？跟小刀一旋，哎，一旋，哎，看那玩意儿你就是拿炉头烧红了，烫也白扯，也不行，就得弯。这块肉就得抠一下。嗯，常年他不抠，脚丫巴的臭。哎、说来这玩意儿，常年搁竹子里踩着呢。那，这都掉了。你就拿那卫生巾给他夹上火，你给他烧上。给他夹个棒棒去。嗯。抽根烟不？不抽。哎。来哥，你看不扛样你怎么？不能让你，今天不扛样啊！喝酒呢？喝酒扛样？喝酒也不扛样子，是吗？那扛样能那么吐吗？喝酒不行吧？一顿就现在就正高一块儿了，真不行。抽烟不扛样，喝多也喝多也服强，也服，也服，早就服了。嗯，喝多不行，现在不单酒啊。那烟还行，还单烟啊？烟还行，烟那就行。有一样应人的行，这大岁数了，你说那一点没点爱好，多没意思。是爱好广泛呢。那还有，你抽烟喝酒，就反正就不会玩牌。嗯，玩牌是一点不会，从来不玩。嗯，爱好还有一样爱好是最烦人的啊，烫头啊，干活呢。追追你干！哎呀我的妈！你要有点活，他知道我的妈呀！那你活不干，觉都别睡了，你就得给我起来。这是第一位。嗯。活儿得干，这中华是比你儿媳妇最累人。这中华，嗯，我天，不知道抽啥烟，冒烟儿媳妇，没瞅过啥名，对，反正挺好抽的，嗯，对，你玩儿，你怎么抽啊？我有又来抽这个，我抽啥就行啊？抽啥？抽鸡巴外口。